小朋友们，我们的这位小医生很着急去救他的病人。医生用英文怎么说呢 ？Doctor， 医生 ，Doctor， 医生 ，Doctor， 医生。哇，我们快把我们的零件倒出来吧！救护车用英文怎么说呢 ？Ambulance， 救护车 ，Ambulance， 救护车 ，Ambulance， 救护车。哇，我们先很快是不是就把我们的车上的轮胎安装好了呢？差最后一个，我们来把这个拼好它。我们这个是不是还需要一个车上的这个车顶呢？我们还用螺丝把它固定住，要不它就容易跑掉喽。我们还需要我们的这个喇叭，还有我们的嘟当曼。哇，我们的方向盘忘安装喽，把我们的方向盘也安装上去。哇，很快的拼好了一个救护车，对不对？哇，我们看一下救护车这个门可以打开，对不对？里面有很多的器具，可是没有药药耶。我们来给我们的这个救护车装一个药药吧。 Medicine 药 Medicine 药 Medicine 药。哇，好喽，我们的小医生可以去救他的病人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好像把我们的司机给忘了，我们快把我们的司机叫过来吧。 Driver 司机 Driver 司机 Driver 司机。哇，让我们的司机开着他的救护车。Hello， 我们的小医生也要去救人喽，我们先走啦，小朋友们记得关注我们哟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